完美，只有一种角度吗？在演艺圈这么多年，每一天我都希望镜头前的自己变得更完美。我以前拍照也只习惯拍侧脸，就是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，谁不希望呈现自己最美的样子呢？但因为它，我真的爱上了自己的每一面。这瓶超未来立体紧致精华，三天就让我看见完全不同的自己，肌肤在短时间内就有了戏剧性的改变。才过了三天，整个脸就突然烹饪起来，而且超紧致。25岁之后流失的胶原蛋白好像瞬间一点一滴的补回来了，该紧的紧，该烹的烹，每天醒来都会发现全新的完美角度。这一面，这一面，这一面，还有这一面，每一面都美。完美就是360度都美。我见证过了奇迹，你一定要试试，一起从现在美到未来。